DJ bring it back. Tell the DJ turn it up. Better DJ bring it back. Tell the DJ turn it up. Better DJ bring it back. Tell them better hit again. Tell them turn up the bass. Yo, what's up？ 我是巴莱，好吧。上期我们在普吉镇的 KTV 啊，玩得非常的嗨啊。上次我们提到，在普吉镇这边有很多一系列的酒吧，就是在我们身后的这条酒吧街，他们当地人非常喜欢来的一条酒吧街，周围都是一些当地的比较出名的一些有驻唱的一些餐吧，好吧。在这边会有一些很多当地的女孩子过来玩，孩子都会 ，Hello， 哇、wow ，好吧，那就。我看他前面哦，往这家店走了，等会我们就去找他，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叫过来跟我们今天一起玩，好吧？那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当地普吉镇的一条酒吧街，当地人酒吧街是一个什么样子体验。OK， follow me， let's go。前面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可能不专业的。前面看到个女孩子走过去，把我魂给吸走了。哎、什么女孩？咋？天蝎太漂亮了，对吧？叫过来。不，前面还没录完，就是忘记介绍这家店了。这家店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家当地餐吧。哦，在普吉岛普吉镇这边也是比较有名的，当地人特别喜欢来玩。这家店叫孔子啊，大家记住这家名字。很多当地一些人，比如说工作结束啊，他们上班结束啊，他们会到这边来有一个小的约会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前面那个女孩子真的是太胖了，你又没有看到，确定单身了？我不知道，她一个人走进去的，走到这家店里面。我等会在里面再去找一下，我看一下，因为她前面跟我们镜头也打了个招呼啊，就看到我的，哎，快去看一下。魂直接被勾掉了，哇，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坐下来了，我等会进去看一下。我也看一下吧。你别炫，我去，你看你的，我看我的。等会儿再去，等会儿先把他找到，我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好吧？好，那就先这样，然后我们看能不能把那个女孩邀约过来，太漂亮了。好，祝我成功。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把小姐姐找来了，刘涛，是不是天仙？美若天仙。你知道难度有多大？我在里面找了好久，一楼没有找，在二楼，他跟两个男性朋友在那边，就那两个男的有点就是有点 gay 里 gay 气的啊。那我猜啊，大家可以注意啊，就是他们当地女孩子喜欢跟一些就是比如说有可能他们是朋友啊，就是他们跟像一些 gay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一些同性的朋友过来一起玩，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可以上去问一下，因为我前面看他之前看的镜头。就是哎，还蛮有镜头感的，还跟我们打招呼，对，就鼓起勇气把他叫过来了。好，我们采访一下他。萨瓦迪卡，昆水马卡，昆水马卡，昆沙来卡，小河卡。First， 啊 ，Nice to meet you。还有他来卡。还有伊斯坦尼卡。伊斯坦。OK，Sorry，我是马代卡。OK。伊斯坦。What are you doing, Goli？ I'm studying. Studying. Student. Oh, good. So, mi fan mi ka.没米了，真真。米聊米聊，约谁？Close。哎，一套白啊，情侣装，情侣装。般不般配？般不般配？哈哈哈！哎，油条在干嘛？好，那非常感谢小姐姐今天跟我们来一起玩，好吧？然后我们给小姐点了一个他们这边的一个特色。二十杯还可以，反正就小姐姐今天想喝什么我们就满足她，绝对是我的菜，太漂亮了，好吧。 Cheers 你也赶紧啊，你别当电灯泡了，赶紧去找一个。 Hello 好，今天真的非常幸运啊，找到一个当地的小姐姐啊，跟我们一起来探这家店。然后我们可以问她一下基本情况，因为我们对普吉岛、普吉镇的一些当地的餐吧也不太熟悉。Sorry, I ask you some question. How about this shop? You come before? Mm-hmm. Come before? Yes. How many times? Ten times. Ten more. Many times. ให้เลือก
有慢慢的哈。哇，小姐姐太会说了，有 YouTube？ 我以为她也是 YouTube 啊。对 ，Let's together have fun today because I come traveling here. Very glad, I'm good luck, I meet you.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Yahoo! 啊，有请啊，让你找一个，谁让你找两个过来？礼貌，礼貌，礼貌，一起叫过来，一起。就两个吗？怎么站？怎么？能多找一个是一个。好好好，那开心吧，不管多久，开心，开心，开心。Cheers, lady. Cheers, cheers. Happy, happy, happy. Let's go, let's go. Yahoo! 好，有李小顾小曼。我的面子呀。你都不想呀？谁要跟你一起玩？这个酒没用，喝这个酒。你好歹哎，给没？给，好歹没。这里有酒，你得给。给没？给没？给。给大杯。放放，你俩喝酒没？这个带。Your choice, your choice. You may. Okay. You may. Yeah.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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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ou may. Okay, there, okay, there, okay.上票了，上票了。
油条炸弹怎么说？我太喜欢了，太赚了，太赚了。真的是在泰国，只能在泰国找到这种当地的一些餐吧，一些有驻唱的酒吧。泰国女孩子真的多。好，然后这家店怎么说？这家店我觉得气氛很好，不容错过。对，绝对不能错过。又便宜，对对，便宜。又便宜，女孩子又多，歌又好。对，而且他们放的歌一切都是非常时尚，非常就是跟潮流。对啊，然后女孩子都非常可爱。我们跟那边喝了一会儿，看周围一些女孩子全是颜值非常的高，那快点走吧，不要说了，不多说了，继续喝，继续喝，继续喝。
shit again. Tell them that you like that. Like DJ, turn it up. Better DJ, bring it back. Call the DJ, turn it up. Better DJ, bring it back. Call the DJ, turn it up. Better DJ, bring it back. Tell them better shit again. Tell them turn up the bass.